大家好，我是吴昕啊。今天开箱一个清代的龙门花瓶，网购的。咱也不知道这货怎么样啊，看图片不错就买了。这包装挺简陋啊。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器型啊，这是观音瓶的器型。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，很多这种器型其实是有盖的，但是商家呢为了卖货，一般都不说这个盖儿。其实这是个外销瓷，外销瓷它一般这个器型这种直口的，一般上面有个小盖儿，也可以没有，你也可以说没有，但是大部分的是都有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纹饰啊，这是莲花。这是荷花，莲花，这个是露丝，寓意的是一路莲科，主要是古代人文人的美好寓意，寓意自己高考成功吧，然后还有就是升官发财之类的。这个花瓶很少见，这个花瓶双面开光，一路莲科纹饰，这肩部还有云龙纹啊。这个龙怎么说呢，垂头丧气的，没有清早期龙纹的气势啊，这个龙纹一看就是光绪的龙纹，四爪龙。上面还有一些小腰簪，这都是晚清时期的一个特征啊。晚清时期瓷器已经进入了一个没落的时期了。它相比清早期瓷器粗糙很多。我们再来看看这底足，康熙年制四字款。这个四字款一般，康熙年制出现这四个字的四字款一般都是晚清民国时期仿造的，主要也是为了忽悠外国人。外国人喜欢收藏这个康熙时期瓷器嘛，来中国海淘，所以很多窑工就落上康熙的款。整体来说，尤其是这个胎啊，大家看看这个胎，还是蛮粗糙的。这种粗糙的胎呢，是光绪时期一个特征。还有这个釉面，波浪釉也叫浪荡釉。一看这个釉面，再看这个胎，基本上八九不离十，问题不大。这次网购还是蛮成功的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了，谢谢大家评论、关注、点赞，谢谢大家啊！吴昕在此谢谢大家，多谢啊！